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亚瑟小编，今天要分享如何装荧幕保护贴。首先使用酒精贴片，将荧幕清洁干净，去除表面油腻和污垢。再来使用擦拭布清洁手机荧幕，确保没有灰尘或指纹，以免留有残留物影响到贴膜效果。再者，如果手机荧幕上还有微小的尘埃，可以使用除尘贴清除掉，确保荧幕表面完全干净。最后将荧幕保护贴对准手机荧幕，轻轻放置在荧幕上，一边粘附一边轻轻按压，确保贴膜完全贴合且无气泡。如果出现气泡，使用擦拭布轻轻向外侧挤压，将气泡完全排除。恭喜完成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